欢迎各位同学走进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微课堂，我是来自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郑乔芳老师。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大数据的相关知识。第一部分，大数据的处理。大数据并非仅指大数据本身，它是海量数据和大数据处理技术这两者的综合，在适合工具的辅助下，对广泛异构的数据源进行抽取和集成，按一定的标准统一存储，利用合适的数据分析技术对存储的数据进行分析，从中提取有益的知识，并利用恰当的方式将结果展示给终端用户。第二部分，大数据的处理流程。一般而言，大数据处理流程可分为四个步骤：数据采集、数据导入和清洗处理。数据统计分析和挖掘，结果可视化。通过数据采集，我们可以得到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数据，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处理后，便得到有用的信息。通过对这些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处理后，便可以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决策信息支持。数据采集。大数据的采集一般利用 ETL 工具，负责将分布的异构数据源中的数据，如关系数据、平面数据以及其他非结构化数据等抽取到临时文件或数据库中。数据清洗和预处理。采集好数据，对于重复或是无用的数据，我们需要进行简单的清洗和预处理，使得不同来源的数据整合成一致的、适合数据分析算法和工具读取的数据，如数据去重、异常处理和数据归一化等，然后将这些数据存到大型分布式数据库或者分布式存储集群中。数据统计分析和挖掘。统计分析需要用到工具来处理，比如 SPARSE 工具、一些结构算法模型，进行分类汇总，以满足各种数据分析需求。与统计分析过程不同的是，数据挖掘一般没有什么预先设定好的主题，主要是在现有数据上进行基于各种算法的计算，起到预测效果，实现一些高级别数据分析的需求。比较典型算法有用于聚类的 K-means，用于统计学习的 SVM 和用于分类的 Naive Bayes， 主要使用的工具有 Hadoop 的 Mohart 的。结果可视化，大数据分析的使用者有大数据分析专家，同时还有普通用户，但是他们二者的共同点是，对于大数据分析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可视化分析，因为可视化分析能够直观地呈现大数据特点，同时能够非常容易被读者所接受，就如同看图说话一样简单明了。大数据处理的技术有哪些呢？大数据处理的基础技术有如下这些。第一个是分布式计算。分布式计算是相对于集中式计算而言的，将需要进行大量计算的项目数据分割成小块，由分布式系统中多台计算机节点分别计算，再合并计算结果，并得出统一的结论。其目的在于分析海量的数据，例如从雷达监测的海量历史信号中分析异常信号，从淘宝双十一实时计算各地区的冷链产品消费习惯等。第二个是分布式文件系统。分布式文件系统是将数据分散存储在多台独立的设备上，采用可扩展的系统结构，多台存储服务器分担存储负荷，利用原数据定位数据在服务器中的存储位置，具有较高的系统可靠性、可用性和存取效率，并且易于扩展。其主要有以下四个关键技术。第一个是原数据管理。第二个是系统高可扩展技术。第三个是存储层级内的优化技术。第四个是针对应用和负载的存储优化技术。第三个，分布式数据库。分布式数据库的基本思想是将原来集中式数据库中的数据分散存储到多个通过网络连接的数据存储节点上，以获取更大的存储容量和更高的并发访问量。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可以由多个异构位置分布，跨网络的计算机节点组成，每台计算机节点中都可以有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一份完整或部分拷贝副本，并具有自己局部的数据库。多台计算机节点利用高速计算机网络将物理上分散的多个数据存储单元相互连接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全局的、逻辑上集中、物理上分布的大型数据库系统。适用于大数据存储的分布式数据库应具有高可扩展性、高并发、高可用三个特征。高可扩展性，分布式数据库具有高可扩展性，能够动态的增添存储节点，以实现存储容量的线性扩展。高并发性，分布式数据库能及时响应大规模用户的读写请求，能对海量数据进行随机读写。高可用性，分布式数据库提供容错机制，能够实现对数据的冗余备份，保证数据和服务的高度可靠性。数据仓库，数据仓库是一个面向主题的、集成的、相对稳定的、反映历史变化的数据集合，用于支持管理决策。数据库是按照一定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数据集合。数据仓库所在层面比数据库更高，换言之，一个数据仓库可以采用不同种类的数据库实现。五、云计算。云计算是分布式计算的一种，指的是通过网络云将巨大的数据计算处理程序分解成无数个小程序，然后通过多部服务器组成的系统进行处理和分析这些小程序，得到结果并返回给用户。云计算早期，简单的说，就是简单的分布式计算，解决任务分发并进行计算结果的合并，因而云计算又称为网格计算。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数以万计的数据处理，从而达到强大的网络服务。六、KVM 虚拟机。 KVM 虚拟机是开源 Linux 原生的全虚拟化解决方案，它基于 x86 硬件的虚拟化扩展。 KVM 中虚拟机被实现为常规的 Linux 进程，由标准 Linux 调度程序进行调度，而虚拟机的每个虚拟 CPU 被实现为一个常规的 Linux 进程，这使得 KVM 能够使用 Linux 内核的已有功能。 KVM 是基于 CPU 辅助的全虚拟化方案，它需要 CPU 虚拟特性的支持。七、云计算与虚拟化的关系。那么云计算与虚拟化有什么关系呢？云计算是一个概念，而不是具体技术。虚拟化是一种具体技术，指把硬件资源虚拟化，实现隔离性、可扩展性、安全性、资源可充分利用等。但看似不相关的东西，背后却依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说到虚拟化，一般是指将物理的实体通过软件模式形成若干虚拟存在的系统，其真实运作还是在实体上，只是划分了若干区域或者时域。而云计算的基础是虚拟化，但虚拟化只是云计算的一部分，云计算是在虚拟化出若干资源池以后的应用。虚拟化广泛应用于 IT 领域中，针对不同的资源有着不同的虚拟化技术。云计算的原理更多的是利用了计算虚拟化，当然内存虚拟化、网络虚拟化、服务虚拟化也在一些云计算中也会有应用，但是虚拟化并不仅仅只服务云计算。同学们，今天我们这一课的知识内容学习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再见。